他们觉得在床上的时候很解的状况。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也帮大家避避雷，哪一些状况会让女生就是会整个没 feel， 甚至会想要分手。说她想大便或尿尿，想大便超解，这个真的是蛮解的。等一下。想拉屎，想象一下那个感觉好不好？你已经在 happy 了，然后突然有人说想大便，所以拜托大家，如果你那一天打算要大战的话，先去把你的排泄物排干净，不要一般就说哦，等一下，膀胱要爆，真的是挤到爆，前戏到妹妹了才闻到恶臭，但还是有礼貌的完成。哦，这个很长哦。前男友是处男没做过，第一次性高潮想雨水之欢，结果裤子脱下来完全没有洗，超臭，还有白白的尿垢，还要求我洗，我就带他去看医生，原来那个是没洗干净，长了奇怪的疱疹。男生真的要洗干净，挂号劝世文，味道真的会很解，那个我一辈子都不会想要再跟这个男生发生关系。还没有开始你就已经先闻到了，总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，因为你不可能憋气做完全程嘛。拜托，男生真的是要有自觉。如果你的对象跟你回馈说，哎，你的兄弟好像有点味道了，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我哥哥他都用，推荐大家使用天然植萃薄荷醇刺激的 Unimay 男性私密慕斯来保养。法国专柜级调香，帮助长效去味异味，让兄弟味道更迷人。慕斯剂型，泡泡超级绵密，洗得更干净。不管是日常洗澡、运动前后，都很适合用它来保养。通过 SGS 检验合格，能24小时有效抗菌的 Unimay 男性私密慕斯。想跟我一样轻松保养好自己的小兄弟，让女伴都满意，就一定要洗这罐 Unimay 男性私密慕斯。详情我会请我妹放在影片的资讯栏，想要的自己去点链接哦。